请揭牌。在立委蒋万安以及多位中山区议员及区长、里长共同揭幕下，中山区社区共好冰箱正式启用。中庄里结合基督教芥菜总会，在松江市场设置共好冰箱，由爱心店家提供蔬菜、包子、面包等食物，每周二四上午十一点由志工协助发放，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免费索取。运作这段时间我觉得，内心非常感动，因为爱心店家所提供的这些食物都是新鲜的，所以我非常感动。比如说我们里面也有提供土包子、馒头，另外新安街也有提供这个面包，这三家我都有去亲自拜访。那我认为这些爱心店家除了有同情心以外，也非常有爱心。我们只是提供给需要的人，我们没办法贴标签比如说他是低收入或是其他，我们就是一律平等，都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领取，重点是不要浪费食物。基督教芥菜总会2017年以食物不浪费为理念推行食物银行，2019年在社区发起共好冰箱，连接社区资源帮助需要的人，鼓励社区居民将家中吃不完的食物让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免费就近取用。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在我们合作的单位里面算是第一个。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市场有很多的这个生鲜的食品，好，那这些的保存其实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好，所以呢市场里面我们的这些摊商如果他们有这个生鲜食品有多余的，好，或者是有这个没有卖完的，好，愿意可以这个捐献出来给里内或者是附近社区里面的弱势民众，好，那就可以一起放到这个冰箱里面，让他们的资源可以更丰富。揭幕典礼中，多位民意代表以及地方人士都前来共襄盛举，希望透过爱心人士的支持以及里长志工们的协助，让爱心散布到每个角落，创造共好共享的温馨社区。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